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这个一体三宝跟那个自性三宝，这个到先把这个住宿三宝讲完了再讲这个啊。不要因为这种道理，这个生宝今天有一个弟子给我打电话骂三宝，他看见三宝的坏，特别是他看见和尚坏，他是女的，骂和尚。我说你骂不得坏和尚，里头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万大阿罗汉在人间，就在南瞻部洲。你没有这个福德智慧，因为你的心坏，你所才遇的都是坏的。大家同都拜过三昧水忏吗？三昧水忏的故事，那就是住世的大阿罗汉，说这由这个证明啊，说是一万个大阿罗汉住世，你没这个福报，你遇不到，所以你就不了解。还有我们看到宋朝的道济禅师，你看你现象上还又吃狗肉又喝烧酒，好像是个堕落和尚，但是他利益用这种方式来利益众生，就是自在的了，有神通的了。现在你到杭州到净慈寺，还看见那运木头那个井，那井里头还有一根木头。但修净慈寺的时候就在那井里运木头，说净慈寺的木头就是那个井里运出来的。不是这故事了，这两个故事都很长。三昧水忏大家知道，跟这个道济禅师举了个例子说了，说生宝，所谓的生宝有圣僧有凡夫。你为什么装看见凡夫？你用凡眼看的都是凡夫僧，那你是圣眼看的啊，你不去分别，不去分别，千万莫谤三宝。谤三宝的罪呢呀，不论好坏，你所认为是坏，这是视线的了，不是真实的了。你有福德，你才能见到好的。所以文殊菩萨说我们这五台山凡圣交参，龙蛇混杂，那看你看吧，就是你用什么眼看，你用慧眼看，你看见你什么叫高僧啊？为什么那圣僧他不现呢？一者你没那个福报，二者没那个缘分，还有这个众生的分别心他不平等，要有圣僧他都供养圣僧去了，那凡夫僧就该饿死了，圣僧他不会现的，平等平等的。我们说这个少龙
是少龙的三宝，说是佛宝，是少龙三宝，特别经藏。如果没有经了，你还学什么呢？所以当遇见佛法生三宝，第二句话都一样的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，愿一切众生都能少龙三宝，愿一切众生都能得闻佛法，愿一切众生都能和和的自信，和和的生宝，不是出家的，不是专门出家一种，发菩提心的少龙佛祖的，要住世的必须得生人才能住世，生人他就代表三宝，代表三宝。这种道理啊，在我们受三规的时候，每位道友都从受三规开始起，但这个甚深的道理，有时候受三规的师父讲，有时候他不讲，不讲。但是你要懂得这种道理了，三宝就是你自己。这就深入了，深入什么呢？就是佛者是觉，法者是觉悟的方法，怎么样是能觉悟？当你用这种方法觉悟了，又把这种方法叫一切众生都觉悟，这就法宝了。但是法佛跟法和合住世的是生宝，没有生宝住世，佛法就灭了。说三宝联系到一体的，懂得这种道理了，你知道三宝的重要性，你学什么都不离开先学三宝。因此啊，大家往往的、给人解释三宝的时候，要给人家透彻透彻的解释。因为用皈依三宝就能奢化一些众生，要奢受人家，让一切人都能学佛法，你必须有慈悲心，大慈大悲心，才有的大慈大悲的耐心，才能产生耐心。这个耐呀，是忍耐的耐。一切众生的他所要求，他所有欲望，是你没法忍受，但是你能耐，能忍受得了，这叫第一个大本事了。大家说做法师，想学当法师，现在我有的弟子跟我说我要当法师，我说好啊，试验试验看吧。等你试验试验看，当法师第一个就能耐，先得学会耐，并不是人家见你就磕头，把你尊敬的不得了，人骂你问你，无欲的情况都会说说到来，看你有本事没有。本事是什么呢？看你学法的精神本善，你怎么应付这些环境。人有句俗话，当着和尚骂秃子，那就是骂和尚，知道这种道理吧？跟你法师说哪个和尚哪个庙不好，怎么也就是骂你，那你们和尚很坏，他可是你的弟子，他还是向你说这种情况，实际上就是骂你，他还不懂的，那就是骂师父，说你们和尚好坏好坏好坏。
不是这个道理吗？必须得耐，耐完了还要转化，还得教化，你得有方法。说海量海量，说哪个量啊，能容像大海那样子，都能容。并不是见你都恭敬，都磕头，都礼拜，你说什么就听你什么，不是的。来侮辱你，当你年轻的时候相貌很好的，你要是男性的，女性找你谈恋爱；你要女性的，男性找你谈恋爱。那你是法师啊，你法师，你遇到这种情境你怎么办？事还多呀，无欲境界。你要修庙，他要破坏庙。你说信佛好，他说信佛是迷信，你又那怎么办呢？这必须得有慈悲心，一般的慈悲心不行，大慈悲心。先得学能容。咱们看见咱们弥勒菩萨，咱们斋堂供的弥勒菩萨大肚子，肚子里就能容，面包啊、馒头啊、大米饭啊、高粱米，什么都能容。就是那些五谷杂粮什么的，那肚子了，还形容词，说那量大，你什么能容？三宝弟子就得学佛，能容天下难容之事。你会什么境界都会遇到的。做一个僧人，六合合同理大众，那个同理大众是不是都是一教的？不一教的，那众生的烦恼众，你要想说说他，转他的烦恼，第一个先学能忍能容，那就得有大慈悲心了。这个大慈悲必须有大智慧，智慧哪来的？皈依三宝，佛加持，学法中得来的，大众生的力量加持你，你才能得到。僧呢是和合的意思，佛跟法和合而为僧，自性的本体是佛宝，依着佛宝的本体所发生的智慧德相，说句一切诸法，这是法宝。佛宝跟法宝结合起来的，就是和合的僧宝，是住世的三宝。先有自体三宝，而后有住世三宝，没有住世的三宝，也没有自体的三宝。这样呢，理解你自己本身就是具足了三宝。第一个，你要少龙佛祖这个菩提心，要学法，这个方法就是你自心自性所具足的，把它发挥显露出来，用它来利益众生。而这佛跟法合合起来，就是你所现的身相，就是身宝，这是法性离体具足的自性三宝。没有这个住世三宝，没有住世三宝吗？自性三宝没法显现的。住世三宝，出家人现出家的相，身宝。供养的一切的佛像是佛宝，说是三藏经文就是法宝，这叫住世三宝。住三宝明白了一体三宝，然后有了住世三宝，见皈依三宝，三宝。我经常对于母受三规的道友们，我嘱托他，你别的修行没有，
因为有很多事物啊，你在家要生活啊，要工作呀，又有家庭啊，那入什么修行呢？就是皈依三宝。所以我们出家人、出家道友，你别的经没诵，皈依三宝你一定要诵。临睡眠的时候念皈佛皈法皈僧，皈佛皈法皈僧，最少最少念十声，念到睡着了。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这样子常这样念，你受持几年下来，再不做噩梦。早晨一睁开眼睛，第一个念头就念皈佛皈法皈僧，其他修行没有，就这个修行啊，也是你一生的难乐，不会堕三途的。皈依三宝的功德呀，是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啊！你皈依三宝了之后，说我们出家二众啊，一定就要受戒，戒。为什么要叫戒呢？受戒就是为了出家成道的准备，不受戒成不了道。戒就是防范的意思，防范，防范你外贼不侵入，防范不做呢事。初学佛的人都知道，助呢莫做，助善奉行啊，怎么能办得到？一切呢都不做，一切善都能去做，怎么办得到？必须得佛依着佛的教授的方法之中的最先的就是戒，说戒定慧，这叫三学。说你出家了，皈依三宝了，在家众呢，起码要受个五戒吧。这个五戒是四众弟子都要受的。五戒受完了，那要增加的时候受八戒，完受十戒，十戒250戒，348清戒，10种48清戒。这是所有这些戒的目的是什么？防非止恶，看你的愿力的大小。这里头有性戒，有折戒，像菩萨戒就是性戒。凡入佛门的必须得受戒，戒是折子之业，折呢把一些呢都止住了。在过去的出家人历史上的啊，这印度说的啊，到中国不是这样的了。出了家落了法之后一定得受戒，乃至于年龄不大的时候一定得受沙弥戒。说在家中最起码的要求三规，三规就是戒，皈依佛，终不归外道天魔；皈依法，不归到外道典籍啊；皈依僧，不归外教邪道。这个不归就是三戒，就是三戒，免得你落歧途。受戒就是学戒的时候，
所谓受就是学，因为你要想把那个止住，必须得学戒；要想行善，也必须得学戒。就是防护你，防护你。佛说说的方法很多，要是防范你身口意不去作恶，不去犯，把你所要做的恶都止住。但是有两种，戒有两种，一种是止，绝对不能去做的；一种是做，叫止持、坐持。这两个有时候有矛盾，看你善于处理。杀人放火是绝对不可惜的，这是止戒。但是你为了行菩萨道，应想做大善，把杀人变成小呢，我杀一个人救一千人，说止持跟坐持你要搞清楚，这得要靠智慧。没有智慧了，没这么大的心，那你一定先止，不能去做。佛告你去做的，你一定得去做；我告你止的，你一定得要止；我叫你做的呢，大多是在经里头说，经里头说，哎，怎么样惯呢？怎么样去做呀？怎么是经里说？戒只叫你止，但是你学这个学戒的时候，跟你大乘经典的教义有矛盾的时候，两个有矛盾，就刚才说的杀人犯戒，还换戒还偿命啊，说杀一个人救一万个人，或者救一百个人，还是救十个人，一比十哪个划算？那得有智慧，说我杀人了，犯了戒了，还罪不还债？要还的，你承担去还，而且救那一百个人，这个权衡的得靠智慧。但是一般的一小乘戒呢，也是一小乘戒就做就好了。小乘的这个坐持结末法，我们那半月半月不杀呀，就做结末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庙里头做什么事儿？不是读诵大乘，一天呢做这个事，我修庙，这些时候佛在世的时候，比丘都不做，不就一天的开会做结末法，衣食住行。分配房舍，大家开会做结盟法，大众生都赞成，我这个房子该分配给他。衣服得见衣服要说见，乃至饮食起居一举一动都要有结盟法，那叫办生事。结盟就是办事，我们这大概都讲过了，随机结盟呀都讲过了，你们都懂了。我们的老法师弘一老法师专讲讲随机结魔，随众生结做结魔法。我跟老法师说，你白讲了。说为什么？我说没谁做呀，谁也不去执行啊，谁去做结魔法呀？哪个寺庙做结魔法呀？说说而已了，听听而已了，做不做的还是不做。为什么？
一者是业障重，业障重我时代就不同了，没谁信。那时候就是倒退五十年嘛，倒退七十年嘛，再说多一点，我当小和尚，谁做结膜法呀？拿件衣服，拿上衣服就穿上了。说没做结膜，没做结膜，管他去，做什么结膜？谁去给你做呀？起码你得有个和尚吧，待会儿做结膜法呀，没有了。现在我们普照寺可能做，也可能做的不完整。你收一件衣服，那人家送件毛衣，送这个帽子，你做过结膜吗？我不相信你都做结膜了，得说玉了，得做结膜了。我看人有时候执行，好比第一个东西，搁到桌子上才能拿，不搁桌上不能拿。吃人情见，我看见我收那个公款，公款，搁那个地儿。我俩人在说，晓得嘟囔的是什么呢？反正是照着佛戒的说吧。你做了，大的呢？大的呢？大的事就不做了。生理一举一动都要做结膜，得说玉，咱们是大概学一学，知道知道，遵守一下。这里事情很多了，每一条戒都有开、遮、持、犯。三缘成犯、五缘成犯、六缘成犯。你们学那个同愿法师那个戒，密宗那戒相表，他根据弘一法师那个比丘的戒相表记，根据那个做的。也有八缘的，最多是九缘，九缘才能犯。说其中缘不具足，只有八缘，一缘没有，还不算犯。这样一生学戒，还学不会。我最初当小和尚时候，我就选择道路，终生学戒嘛。而学大乘法，我放弃了学戒。我本人跟慈寿法师学戒，讲戒讲华严，大小并重。后来请弘一法师再学戒，但是呢，这两法师都是讲戒嘛，又讲华严。但是弘一法师讲戒讲三经啊，提倡地藏三经。慈寿老法师嘛，讲戒的时候讲华严，说大小相违呢，大小不相违，小能成大，大能显小。那我还是选择学大乘，下地狱就下吧。那时候，后来才懂得，地狱是空的。但是你可别造业。造了业的业果不空，地狱是空的，业果不空，业果不空，地狱又有了。唯心所现，你有什么业就现什么报。是吧？举个例子说吧，鹿茸、虎骨、麝香、虫草这些药，你有病了，医生给你开这个药，里头有这些药，你吃不吃啊？这些药里都有众生的身份，鹿茸是众生的身份，虎骨是众生的身份，乃至有加蛇的、加蛇胆的、加什么很多的药，有些营养药你可以不吃，有治病的药你吃不吃？佛在世也如是啊。
就是吃药、穿衣服。佛在世是自许三衣，就咱披这衣自许三衣，里头是裙子，裙子，就是印度人都穿这个的，都是一样的三衣，三衣一裙，多了的得做结膜。就这一法呀，就这一法，我思想有时候通不过，通不过，我就有问号，提婆达多吗？不是提婆达多，是迦勒托伊吗？尊者，他死时候，他积攒的财富，在印度说可以说首富了，60万。连国王都想分一份，话也都在家出家的和尚，他住过寺庙，都想来分他的财产。我说天地所欲，他怎么攒这么多东西啊？每人一个小疗房，他这一兜都搁到哪儿啊？存到什么地方？大家又有个学十诵广律，学那大毗婆沙论的那个律，学很多律，你看见？你会起问号的，好多都是问号。人佛在世啊，佛也在。第一个，那时候比丘不能存饮食啊，不能存呢、啊，不能过夜，也不能过午。为什么那是在佛在世上那些比丘？他说因为有食，因为饮食，因为食犯戒，谁又晓得呀？他一个人住在山林里头，不是共住的了。好多比丘是中间树下一宿，树林子里头坐，谁去查看他呀？谁知道他饮食留没留啊？他吃的是昨天的，是今天的？咱们寺庙里还有纠察司吗？还有普通大众共住的吗？那很了解你啊，你想做什么错事大家都知道，那是个人共住啊，隔个三五里谁知道他做什么？那都是大多数都是圣僧了，靠自觉了。同时国度不同，开源也就不同啊。我们这个中国这大德们，一是南山大师道玄律师，他呢四分律，四分，我们大家都依着四分律，受戒也是四分律学出来。开源，这些开源有的是道玄律师定的了，不是佛制的开源了，根据佛的开源而改变的开源。那么在这个八几年吧，我们有些个带着个南普陀的几个学生，我们去到那儿修那个南山大师道场净业寺了，在终南山里头，特别修他那个塔，原来的塔是坏了的，原来的塔基修他那个塔，那塔里头可能有很多的藏物了，啊，没到下去取那藏物，我让他把它封闭了。我在那修塔，我就想设想啊，道宣律师那时候在那终南山住的时候，就他一个人，他写律干什么的去？这个本身就没跟大众共住，这叫别住。同时那个时候在长南，除了净业寺外，大兴善寺啊，玄奘大师那个翻译经那个
而草堂寺好多大庙，为什么南山大师他不去做呢？他自己单住，专弘戒律。因为大家的意见呢，有学经的，有学论的，有学律的，各做各。所以在古时，我们只能够依照佛的教导和戒是方非子讷的。那你佛所制的戒，你自己用你的智慧，用你判断去做去吧。就为一个吃鸡蛋，一直到现在，学法相中的说鸡蛋没有食，可以吃的，他就不饿。戒律说不沾众生身份，皮子，众生的皮做的鞋不能穿，在印度从来没有和尚没有穿鞋的了，到中国才有宣鞋的，地方不同了。现在就在唐朝那个时候，只有老和尚穿皮袄的，难道他不懂得佛法吗？他不知道不能沾众生身份吗？各是各回事儿。对，我当小和尚时候啊，人家说我是很叛逆的，我很多对这个有些个不合理的事儿啊，我提出我反对的意见，现在知道这是不对的。人说啊，等你到老了，你知道过去了，年轻时候错误了，90岁了，知道89岁的时候错误，89岁知道88岁的错误，长一年呢，就知道一年的错误。因为我们顺佛的教导，因为说皈依三宝，完了说学臭学戒，学戒学什么呢？就是方非子讷。佛没自戒，没自戒，但是众生机险，你不能去做呀。你跟着那个，要你跟着大乘戒。我们中国的出家人呢，师父呢，有种那个毛病吧。这是大乘字的呀，我是小乘教义，我是小乘出家的，小乘智见，我是大乘菩萨，我不拘小节，两头都不沾，大小乘都学的。而你自己应当绝对的，绝对的是什么？用你智慧来判断。主事不是佛，他不能全面，佛才是全面的。这个主是这样子，那个主是那样子。你学主事很难，对，学佛，学佛。为什么学主事很难呢？你能跟济公去住去吗？你能去学他去吗？禅宗很多大德，现在咱们跟前的百林寺的赵州主寺，你跟他去学习吗？你跟临济宗的主寺，你跟临济宗去学习吗？他各宗各派各个之见都不通，不是佛，佛所说的法是通的，什么人都可以学，是吧？当你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之后，你学戒的时候，善学以戒，善学，善字就呢，如果你有智慧的去好好去学，三规就是戒，五戒也是戒。五戒说到喝酒，五戒之中夹个饮酒戒，叫
四纵一请，饮酒不是纵戒，但是因为饮酒我前头的杀盗淫妄全犯了，我这一喝酒啊，把他自性迷了，做不了主了，所以连续四种因缘杀盗淫妄全犯了，因此把这个酒啊定了戒条，不许喝酒。五戒四纵一清，酒本身不纵，但是喝了酒犯纵戒，把酒就禁了。但是菩萨戒就不同，饮酒是纵戒，卖酒是更纵。啊，咱们这开酒店的有很多受三规的呀，他也要受五戒啊。就在菩萨是纵戒，在三规五戒呢是轻戒，那他就不受，受四戒，受杀盗淫，不受五戒，受多分戒，受多分优婆塞优婆夷，不受九戒。关于这个戒律的事儿啊，这讲起来咱也不是，这个课程不是专门讲戒的，是讲华严经的。华严经里头他就说你受三规的时候说明了你要受学五戒，不是学一种，佛所有的戒你都要学，不是你一定受此，可以学，但是在戒律学上呢，沙弥没有受戒的不能学戒，迷众得受四沙摩诺戒，受了四沙摩诺就学法女才能够学戒，比丘没有，比丘你有，这个学戒了你们专门打讲戒的了，我就不再讲了啊。受舍离教，舍离呢我们一般说就是老师吧，印度就是规范师，学规宰防范，规是规生物节，顺着这个规道上走，能够使你开悟，能够使你明白，能够你止讷，能够行善，那这个老师一定给你做师凡，阿舍离说师凡的意思，他教你，他就是以身作则，要规范死，规范死，就是给你做榜样的，你做榜样的，你依着他学，依着他去做，讲威。这威要讲起来啊，在我们来说，每个人就像个木头人一样的了。三千威仪八万细行，你走路吃饭穿衣服，特别是走路，我们现在不论比丘比丘尼那脑壳就像拨浪鼓似的，就看那看那，这是绝对犯威仪的，只看前头三尺，脑壳不能左右摇摆，脑壳顶碗油不能洒出来，脑壳上顶碗油不能撒出来，找这样规范师找得到吗？我绝对不能当你们规范师，我是很懈怠的。这讲威仪，现在我们大体一般的出家人比在的人那要好得多，要向戒律要求，要向讲古代的要求，三千威仪八万细行，我们中国一个禅宗把这些个都给打取消了，没有了，而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禅宗不讲，你教下讲，现在没有律学院吗？
所以我们五台山我们叫律学院，现在很少有律学院，从明朝那时候就没有了，还没从民国以前没有个升学院呢，和尚哪有学院呢，单打一老师跟徒弟，老师教徒弟，哪几十人住一块了，没有，要是几十人住一块就住结摩法了，一切都是以结摩法来做事，没有升学院的这说。所以我们弘一法师在那太虚法师办那个闽南佛学院停办了之后，弘一法师办一个养正院，你怎么样当和尚，我没有比丘你养正院，他说比丘养正，弘一法师标榜了养正，这个俄舍离死，我问老法师，我老法师你给我做俄舍离死，他说我可不够格，我不能做俄舍离，他自己去都去灌住在灌房里头，怎么能给人做俄舍离啊，不可以的了，做俄舍离是以身教，我所做的让你来学，就是归凡的意思，非常难呐。咱们就说百众学说几个，现在天堂要冷了，大家都穿着鞋，都穿着袜子，还好今天还没有一个包脑壳的，因为咱这屋子还没那么冷，戴那个风帽，那叫佛头人，把脑壳包上，佛头人。大家都读百众学戒吧，不得为佛头人说法应当学，不得为做割席的割席人说法应当学，就是给法师限制的，不许给哪些人说法，不许给哪人说法，不应当。一百条有好几十条。现在如果大家都光着脚来学，要有一个穿鞋穿袜子的这个说法的法师给他说法，犯了，犯了什么呢？犯了脱俱罗，脱俱罗犯了，不忏悔下地狱好多年呢，人间九百万年。这一个人，如果这一个人戴着帽子、穿着鞋、穿着袜子来听经，你给他说，九百万就一千八百万年。说一个人一千八万年，又有几百个人加到一起，这个法师下地狱永远出不来。但是你说，说对穿袜子的、穿鞋的或者戴帽子，不给他说了，不给他说了，断佛种子。你不说法，不断了佛种子了，我这个没有地狱时间了，那三宝断绝。断绝三宝那个罪呢呀，那比这个百众学大得多。这百众学什么戒律最轻最小的，你如何处理？怎么处理啊？就是你是戒律，你怎么处理？这种大乘了，大乘什么？心空即地归。都是假的空的，地狱没有，真没有吗？好多时候阿舍离教授以具足威仪所行的真实，经上不讲啊，经上跟戒律不同啊，经上不讲说你这个没有具足威仪了，你下地狱好多年，经上没有。咱这是大方广佛华经净恒品，为什么呢？大乘的至心，小乘至行，小乘是你的行为，大乘是你的心，你的心，心怎么样？我让这个众生成佛，让他关心就好了，就是禅宗教义也入世，
能够使他心了，心开一结，心开一结，顿悟无声。大乘经上你修空义，不法皆空。这空呢是智慧。有智慧的人呢，他所做的都是解脱，硬管他做逆横也好，顺横也好，全是解脱。无智慧的呀，学界就是术法了。有智慧的学界是解脱，无智慧的学界，他管知道这个戒条是很死很死的，他不知道还有几缘成犯，还有忏悔法，还有到什么样才是犯究竟，犯了又怎么办，犯了要忏悔啊，忏悔有对手忏的，有十个生人忏的，有二十清净比丘忏的，像比丘尼嘛有两部之中忏悔。现在要让一个比丘尼释放，比如说啊，不是很重疾，不是十三生气不是丧，也不是这个啊陀罗尼陀罗仪陀吉罗，两种忏悔，哪个比丘尼师父肯向大众比丘僧去忏悔去？现在有这样比丘尼吗？没有了。他犯了错误了。羞耻心很重，他不肯对你好多人去说呀，他隐瞒啊，就伏藏罪孽。那怎么办呢？大乘有方便，和对佛忏悔。你对佛忏悔去吧，说一声三昧水忏呐、大悲忏呐、什么地藏菩萨忏呐，乃至于什么好多忏悔法，对菩萨他可以说的了，他默念了，你不说。菩萨也知道，佛菩萨也知道，他知道这是隐瞒不了的了。对人呢，还是不肯说，谁肯暴露啊？啊，说受舍离教的时候，当众具足威仪，所行真实。这时候你所做的都是真实的，真实的。什么才是真实的呢？具足威仪，行主坐卧四威仪。我们中国形容上是立入松啊，坐入宗啊，卧入宫啊，好多都有边上隔绝了。你坐着怎么样坐啊？睡觉怎么样坐啊？站着怎么样站？这一时说不完的了。我说这简直不是呆子也是傻子，站那像个叔叔的，这是真子吗？坐那时候像口钟扣到那儿了，他也不动，我那活的是死的。后头要善学，为什么加个善字？让你会学，不要太拘泥了，不要太死板了，看什么情况之下，我以前问我的老法师啊，不管持有老法师婚法的，我说那国王在的时候，以前有国王的时候，我们那些国师那些大德啊，见了皇帝那些样子，犯不犯佛戒啊？佛好多戒啊，佛那是对国王怎么对的呀？只要善学加个善字，让你自己去善学去吧。当代佛门奇宿，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。
力宏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33载，弘法行志未曾稍歇，于2017年11月27日在大陆五台山安享世纪，享受103岁。感恩孟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趁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女的当嫁，生儿育女，是身为女性的天职。对于小玉，我并非一个称职的母亲，除了把她带到这个世界上，我没什么能为她做的，就连奶水也没办法亲自喂她。我常在想，她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我每天辛勤的工作，相信有一天能见到她。我一直疑惑着，没能产奶的姐妹逐渐离去，是不是都和自己的女儿见面了呢？这天我被扣上了项圈，带住了羊圈，大师傅带我穿越了许多尸骨，这些尸骨在我眼中似曾相似，我觉得十分害怕，脚步停了下来。眼前的小生命使我雀跃，原来天人之命是这么简单，这么的幸福。新逢准提菩萨圣诞，举办八关斋戒法会暨修持准提法门。佛为悯念未来诸众生的缘故，宣说过去七句之准提如来等佛母准提陀罗尼，若有四众受持此咒满90万遍，无量劫来五无间等一切诸罪悉皆灭除无余，所在生处皆得直遇诸佛，所有字句随意充足，速得成就无上菩提，修持准提法，蒙诸佛庇佑，光明广遍照，灭罪增福慧。恭请湛江法师、湛同法师共同主法，日期4月27日星期二上午8点半开始，下午2点念佛共修暨准提法修持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。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现场备有免费消灾超荐牌位，供大众填写。新逢释迦牟尼佛佛诞日，善行与恶行成1000万兆倍。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恭送玉佛功德经、金刚经暨佛前大供，恭请广护法师领众，日期5月19日星期三上午9点恭送玉佛功德经暨佛前大供，下午2点恭送金刚经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，电话03989-9319，03989-9319，03989-8686，03989-8686，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